就用一个卡通的图案，或许会让他觉得说，就是加上那种比较可爱的方式，会大家觉得说这种，哎，其实军事这种东西，或者是一些国际上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不要用，有时候是不需要用这么严肃的事情去看待。你说战争这种事情它是严肃的，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是一个用很紧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或许大家压力也会很大。